一日当运星，终身有恶名。当然，越是有个别女神，越是从脱星变成了实力派女艺人。比如舒淇，再比如比舒淇更早出道的孩他妈钟丽缇。虽然现在的钟丽缇无疑是尽职尽责的好妈妈一枚，但现在她的性感尺度绝对还是超乎你的想象。目前钟丽缇成都走穴，现身当地的她获多人护驾。受访时她开心大笑，秀出美腿和美胸，落座时不慎走光光。她还表示，有了孩子有变得越发年轻，爱是最后的美容术。